你好，哦，你好你好，，Sorry，刚才有一个正在上课，有点那个说的有点多。OK，没事，没事。你的中文非常棒。对，已经学过了很多。我是在中国已经5年了，但是现在人在美国。哦，你现在在美国，回，对，哦，哦。很好，OK，非常好。我还担心，我说我怎么和你沟通呢？因为我的英语非常的不好。没事，没事。OK，好啊，你这边就是已经是在学，是在做学术研究是吗？我是怎么说呢？现在觉得我口语水平还可以的，但哎，是是的，现我在我也想觉得。学HSK 六级。哦，是哦，那是最对，高级，那是最高级，对，非常棒。那你这边就是相当于在中国这五年的时候，你的写作以及论文答辩都没有，都是非常 OK 的。写什么？写作。写作，写作。写作还最近不太练习写作吧？因为我学习 HSK 五级的时候，其实我发现 HSK 课程就超过五级的话，对我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太大的帮助。他比较有点，就是有点生，他就是有点，就是不像我们做留学生那一块的那种生活了。对，对，他对，偏向工作了。对，所以一段时间我没有学习 HSK，但是现在想重新开始学习，因为觉得就是考试就可以了，就是为了考试就可以了，为了考试对，啊，，OK，非常棒，好。那么，现在我想了解一下，一是你现在 HK，然后你这边已经自己学到了第二课了，是吗？对，好像是对，去了课本，对，课本都有是吗？是对，在中都国有，带。是在中国带过去的课本吗对，在中国买的，？OK，非常好。请问你现在住在哪里？我现在在青岛，青岛，OK，在青花岛路。，OK，对。你来过青岛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青岛是一个海边城市。对，知道，知道，对，对，青岛。那你在中国的时候，这5年是在哪个城市了？一般都是在江西。我女朋友她是江西上饶的，哦，然你女朋后所以友，OK。2年在江西，然后3年在义乌，浙江义乌。哦，在浙江义乌，对。哦，对，哦，好，是的，好的，好，对，我以为你不是大陆的，因为你用的是好像是繁体字。是因为那个我这边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我不是教香港的，还有新加坡的，还有美国小朋友，因为他们的学的基本上都是繁体字，是的，OK，好，OK，明白。现在我学到第三节课，第三节课。对，第三节课。父母之爱的第三节吗？不是，是一盒月饼。OK，一盒月饼，OK。对。哎呦，你自学非常的优秀，你真的就好是优秀，没有吧？对，没有，没有。因为学到 HSK 六级的，然后这些个词汇就已经是很高级的词汇了。对。好。
那我们就从第三课的第一课时，然后首先我们先从我们的生词词汇开始，好吧？嗯，好的。OK，好，看看月饼，哎，月饼。对，月饼，对，我知它道这是个，什么意思。你知道什么意思？OK，你对，吃过 对，吃过。OK，好，那么我们就是清晨，清晨，对，清晨，嗯哼，嗯哼。好，迎面，迎面，迎面，对，我们说，我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迎面跑来一只狗，就是在。对面跑来一只狗，就迎面而来。这是模样。模样，对，模屋模模模，样。模样。我们会说公司楼下站着一位农民工，模样的男人。OK。对，OK，好，这是打量轻打声，量，对，打量轻打声。量。那么说，我仔细打量着他，我仔细打量着他。对，就想着，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啊？打量，我仔细的观察他，观察，OK。对，就类似于观察，OK。嗯，这是翻，翻，对，我们会说，他认真思考了一番，才回答了我的问题。就是他思考了一会儿，一翻就是一会儿，有一会儿的功夫。嗯，嗯。这是吃窝，OK，搓，搓手这个搓动手作，，OK，OK，就是这个动作，就是我们冬天冷的时候会有搓手取暖。他说他一边搓着手，一边紧张地看着我。OK。好，这里翻它是一个量词。也就是相当于解释这个翻，用于计时较多。就是我在思考的时候，并不是说很短时就回复了，我思考了翻啊，就是思考啊。他说用力较大或者过程较长的动作，意思是一遍一回，我思考了一回或者一会儿。说他打量了我一番，到嘴边的话又不说了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吗？就是先用课本，就是直接按照课本来学习直接吗？课文讲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因为一般我喜欢就是做课本，就是对，直接用课本，OK，可以，对，OK，OK，可以，我把我课 okay. Okay, 本找，好，谢谢。然后生词的话，我喜欢造句子，你喜欢造句子对，，OK，造句子就看一这就下，是，就能不能对，造句子。所以你是青岛的吗？对，真不，的，嗯。实际上我真正的出生地是东北，东北，哇哦，OK，是黑龙江。黑龙江，OK，因为你是的口音是有点南方口音，南方口音吗？对，你应该能听出来是北方口音啊，就是哈尔滨、黑龙是江，吗？对。
OK，是，OK，OK，你很厉害，能听出来口音OK，OK，是的，非常好。第六册，还没有第六册，我这还没有第六册课本吗？啊，课本上。OK，OK，一盒月饼，21元。左边那个三，你按一下就会翻到第三节课。左边那个木，对。OK，太棒了！哦，你的没计有，算机不也非是，不是，哦，不是，哦，常好，是吗？啊。是，哦，第三页，OK。我们是第三课，我看啊，这哦，个不是是是，给所以孩不子的，是第三这个是第的，三。对，第一节课，OK，所以可能是23、21，21。哦，多少页？哦，是这个页是，对，OK，对，OK，是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对，所以先热身，所以。读生词，是的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这边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在学的时候是怎么学，我们是先读生词，再读课文。OK。然后最后我们再造句。OK，我喜欢就是直接造句子。啊，直接就是读生词，然后造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因为甚至有英文，所以已经大哦，不用。概了解。对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啊。OK。这月饼。对，月饼，那么月饼如果要让你来造说这个句子，你应该怎么说月饼呢？对，就是中秋节吃月饼，对，中秋节到了啊，我和家人一起吃月饼。好，我们也还可以说第二个是清晨，对，清清晨。晨。到了清晨，我喜欢清晨运动。对，我喜欢清晨的阳光，然后或者是雨后的清晨，非常美丽。雨后，雨后，OK。对，雨后的清晨，空气非常清新。或 OK。者像，也可以像您说的，清晨，我喜欢在清晨跑步。OK。好，OK，迎面，迎面。迎面。我迎面。我迎面站在。迎面站在前台，不能这么说。不能这么说。迎面是哪种啊？我是静态的，对面就是迎面走来，迎面而来的。可以说。春天到了，迎面来的春风，对吧？迎面而来的春风吹在，吹拂着我的脸庞，吹拂着我的头发，还可以说，
在我的迎面跑来嗯一只小狗，嗯，OK，在我的迎面啪嗒机一只对，，OK，在我的迎面，嗯哼。还可以怎么说呀？就说我的女朋友，嗯哎，拿着一束花迎面向我奔跑而来，哼，嗯，OK，对吧？在我的迎面向我奔跑而来，嗯这是，OK，OK 模样，模样，他有老师的模样，对，他有老师的模样，非常嗯好。，OK。哎，OK，好，那我们看打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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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健身房，很多人打量这个很强的男人。哦，可以。可以，对，这也可以，OK 啊，也可以说啊，我打量了他一番，嗯，OK。我没有说话，就嗯我们没有交流，就我没有说话，哼。嗯哼。OK。打量，OK，这是翻，翻，对。翻，听就是什么什么，他可以说我去翻上海，哎，不可以。不可以。哎，对，这个"翻"它是一个量词，就是嗯一翻一翻。就是说为什么说什么？我思考了一番。，OK，我思考了一番，对，我思考了一嗯番，哎，哼，才回答他这个问题。因为嗯哼，嗯哼，嗯它是，OK，量，对。嗯哼，OK，OK，第七个，搓，搓在对，冬天。冰冷的时候搓手，搓一下手，可以。还有一个，你见过在中国的时候洗衣服吗？用手搓衣服，手搓，我用洗衣机，用 我洗衣一般机，没见过，哦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OK，说的真好。那我们嗯就可以说在寒冷的冬天一哼，嗯哼。天，我把我冻得我手搓，用手来搓着取暖，嗯，手搓取暖，嗯，OK，走出去呢手搓取暖。，OK，OK，哎，OK，这是迟疑。迟疑啊，迟疑，迟疑，它是慢慢移跟朋友生气的时候。一定要迟疑的说话，不能啊！迟疑它是相当于缓慢的。你看哈，嗯哼，它哎，就是迟疑啊，有。就是相当于说啊，我迟疑地想对你说，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帮忙，嗯哼。就是相当于我这句话呢说呢，还有可能说不出口，但嗯是呢，我还想让你先需要你帮忙，我就会迟疑地说，不是哪种很理直气壮地说，然后我要求你帮忙，因为我要求嗯嗯嗯你，对。，OK，他就会说啊，我迟疑地说，我迟疑的，向你求救，嗯，OK，你的帮助，嗯拜托，，OK，拜托。我拜托你帮我一次，帮我几次？哦，OK，非常棒，我拜托你帮我一下，嗯这是哼，饱经沧桑，饱经沧桑，年纪大的人饱经沧桑，是形容词吗？
对，是，形容一个人的，就是形容一个人嗯哼，嗯哼。的面貌，对，容貌。嗯可以说这位啊饱经沧桑的老人，或者是这位饱经沧桑的军人，退伍军哼，人。嗯就证明他经历了很多。哼，嗯哼，嗯，OK，OK，流，刘，流露了了无路，流露。刘露，刘露。他把这个秘密流露出来的，可以，这可以，他把这个秘密流露出来。嗯，还有一个说，他吃到了一个很甜的东西，他心里流露出很美的笑容。嗯，嗯对。，OK，朴实，朴实，哦。朴实、诚哦，实，诚他都是实朴用实，朴。他是一个很朴实的人。哎，对，他是一个很啊哈，朴的人。啊哈，OK，哎，就像我说，我可以把这句话用在你的身上。我说啊哈，你是一个很朴实的人。啊哈，哎，他就是又是穿着，又是你嗯的外表，是看哼，起来，然后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。嗯哼，嗯，OK。过于。过于，这个问题过于，这个问题过于我们的能力，对，就超出了我的能力。嗯。对，人家说过于操劳，过于嗯操心。哼，他是一个过于操心的人。就是一个很操心，过于相当于很字，就是很操心的人。嗯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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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操劳，对，操就是劳。他操劳的工作，可以操说劳，给他操劳的工作，嗯哼，嗯哼。还有是他有一双操劳的手。OK，所以我们可以现在下课，因为我还有一节课。OK。哦，好，嗯可以，，OK，好的，OK。那对，谢谢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对，终于认识了。OK，OK，好的，OK，那再见，OK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OK，拜拜。